吧。每日还有什么会打？黑角龙跟大一种。黑角龙跟大一种。动作在哪里？那个你要去找那个猫咪管家。欸、打字机耶，还有新的那个家具。还有啥？置物柜。哦、要用调查票换哦，换起来！我要去换那个两个家具了。嗯。为什么在月城也可以这么恐怖的声音啊？管理登录奖金。交货。僵尸扑咬。对啊，就是往前扑啊。你没有奖励好一点的角龙吗？我看一下。就是顺便来打贯穿大字。我来看一下。装备。哦，有一个乐色人物要捡三具。要黑角哦。那我先删一下任务再来看。任务有，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大一种，四个人。好，那我接了。好、啊。唯一一个黑角龙的。有武器吗？你去看一下吧。我看呢、啊。他没有。跟我不太一样，不可以的。嗯，换个事物会讲话、欸，对啊。什么东西？大家讲哦，对啊，豆腐会讲话。有人练龙岩地带了吗？有啊，我们今天下午就在打、啊。我快要三等了，差一点。猫子意思说他七等了啦。那是打猫子。他不在啊。在啊。就是练节操的、啊。我想说，你们都要练龙岩地带的话，我就去练雪地了。雪地还没啊，还没开啊。还没开啊。我先去升别的啊，就不用全部升龙岩啊。哦，你可以升龙岩啊，等你有毛级之后可以进去刷、啊，对不对？是齁，对，还有毛级。好了，那升龙岩好了。等多久？我在吃饭。丢包丢啦！来来来来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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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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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两个呀？靠边呢、啊，我先消失都下来。
啊，死豆腐不要吵。就是我的挖很大的红豆。他好吵哦，快跑快跑快跑。把食物中穿起来，啊，怎么是这种？有石头啦！我先软化，好，软化了换人撞。我到了。好。睡了睡了睡了吗？我还没。没有，我没有带那个啦。哦。我想说破脚，然后用这个比较快一点。啊！我被丢包回来了。好了，状态回来了。哦，倒了。被撞晕了。不愧是虫虫，虫虫真猛，虫虫你最棒。虫虫，虫虫打头，虫虫打头，都破了、啊。哦，没有我的事哦。哦，这套真的是硬的恐怖哎、欸！防御期，蚊子死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有，被后面的。被后面的炮轰两下，尾巴上面，尾巴怎样？你看他尾巴啊？没有，我看到了。我们打阿兵有用吗？有用啊，一样是炮数伤害啊。我说我啦。我们打他也有用哦，没有啊，你们要炮击伤害打他才有用，比如侧甲，侧甲吧，哦，侧甲可以啊，啊，被撞，我要重新接一根呐、啊，你在那边到底在干嘛？撸完一根又吃在尾巴。又钻，啊！是不是难？好晕啊！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十八。打你手手，打你手手，再钻，不怕不、哦，他会飞啊，人家好歹也是飞龙种，好不好？哦，打手还有七十哎，没软化。臭虫虫，臭虫虫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再撞了！臭虫，
不是啊，这个粘着是很白目哎、欸！我挖一个矿要请一个粘着师，挖一个矿请一个粘着师。走啊！粘着师，准备好了。啊？哦，对呢，要装它哦。那剩下就一个灵骨石。啊、他下巴一个痘痘。啊！可以吧？有点远。啊，没有。冲去哪冲？有了，快快，这哇，你这脚死人，快打住我的炸弹！干嘛？粘着石？粘着石？粘着石？没了。拿到一个兽人族的干货哎，那是什么？兽人族的干货？对啊，你怎么会有？那是交易用的啊。对啊，我就是交易拿到的啊。哦，啊，他是说给、啊、给那个啊，给兽人族还是什么的啊，会增加好感度。哦。啊，可是我就是想说没差、啊，就那个留着。就是有拿到多的就给啊，拿到一个就先留着。没有、啊，我多的也不给。你好抠、哦，我很抠啊，我超抠的、欸，我只会把好的东西留在重要的人身上。有留给我吗？看看有几个贯穿大地的黑角。哦、有一个，叫什么啊？贯穿大地的钢角、啊。那、欸、没有哎、欸。有两次大一种啊，可以再打一口，不然就是打、还有一个肥龙种。要两次大一种啊！可以再打一口啊！再杀一头！可啊！真的很喜欢这套无赖装备，被打不痛，又可以慢慢吸血。肮脏！水质，真水质流。我就是脏，就脏，我就脏，不要吵，大家都脏。是。所以虫子不吃超彗星跟洛特，就不是，嗯，不吃，它只固定伤害。对。哦，我又多了一个近视者调查。你怎么又有啦？一只的，一只的。等下来打啊，直接打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大英雄哎、欸！来来来，打金狮子。是你的，你打过你。换掉换掉换掉！有特别任务了吗？什么特别任务？
就是 HTT 啊，打过了吗？他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哎、欸，我卡在狩猎黑角龙的画面。面。面。好，取消。哎、欸，有金狮子可以打了 ，nice， 好棒棒。哎、欸，我也有哎、欸。什么什么都有，我刚也有拿到了，可是是大连去狩猎，没有。哦，等魔物哦。对啊，我的是等魔物，对吧，三姐？请问大家来找茬，青狮子在哪里嘞？来，请看魔物相簿。请问金狮子在哪里？哦，对呀，其实我今天看你直播，哦、你也有啊、哦。我发现你的图案是没了，而且为什么你的流你为什么你的斩龙会流汤啊？那个是他，我装那个啊，他怕水啦，只流汤啊。哎呦，他头上流汤啊！我发现你金狮子图案是没的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、啊，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装这个流汤 mode 啊？可能哦。哎、欸，你的金狮子长得漂亮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。那、啊、我看好了。哦，真的哎、欸，有金狮子中间空一格哎、欸，那我把 mode 关掉了。哎、欸，那是哪个 mode 啊？可恶。可是我看是正常的，所以应该是你的流汤 mode。我的那个流汤 mode 啊。好笑。哎呦，那是一九八嘞。对啊，下两档。是。你在到夸奖他了呢。我什么？他弱兵。对啊，金狮子落兵。金狮子不是都没有怕到最很怕的吗？都小怕。小怕兵。我、哦、没有哎、欸，他是弱兵，是很弱的那一种。他的素材也不是不是怕兵的吗？我以为他只有小怕，没想到他是怕怕怕，非常怕。参加集会区，对耶！我要把金狮子那个，不是把金狮子拔掉了，把那个拿掉。内容，本机档案，牛郎本机档案 ，PC， 是 UI 吗？哇，我忘记了。没记。对啊，因为这很装很久了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魔物更新的时候，那个不用重用哦？那个不用重用。你的那个流汤 mode 啊，不然他会跟着更新的、啊。没有，所以我流汤 mode 要重装啊，要找新的再装、啊，直接重新再丢进去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、啊、要等更新档啊，因为这没有即时更新啊。有没有？作死，掉了五啊。感觉会在森林诶、欸。没有，已经找到了。我已经在跟他打。为什么？河边吗？对，好。很强，一号营地出来就到了。好，过来。那去找小蓝哥。好遥远，你靠墙吗？哎、欸，仙人掌哎、欸，仙人掌在跑哎、欸。小仙人掌，又小仙人掌，一啊二啊三，我错，没抓到，没抓没抓，总抓到蚂蚁。这边是不是很难撞啊？是说好靠墙的，你不是说靠墙？没有，等一下，我想说靠这边。右边没有了。来，我来了。过来。我靠！直接，我靠！我靠！
还是卡墙？他在干嘛？跑屁啊！还不抓到你了？有啊。起飞。嗯哼。嘿，我看见声音。再撞！来，那个奈斯开始帮我升一个。哦。我靠！我没事，尽量就好了。没有，金狮子帮你升出来了。那个石头叫做奈斯。有奈斯。奈斯。睡了睡了睡了，再撞一次，撞吧撞。打屁股打屁股打屁股。两只蛔虫咬你屁股，有没有觉得很痒啊？老虫啦，不是蛔虫，蛔虫在肚子。蛔虫带柱子，我欸、这声音好大哦！这个是老虫啊！把 BGM 关掉。对，它是可以断尾，它可以破坏的，它可以破坏，它可以断尾。到底可不可以？我今天不是说断尾，你们说不行。不行啊！不是断吗？哇！屁股硬了，哎呦，屁股硬了，他屁股硬了，有人可以帮我们湿润一下他，我正在湿润他，好，刚才那是我抓到他的手里去，打我一巴，有，完了完了，感谢，啊。啊！我傻，我傻，我傻，我傻分嘞！本件在哪？哦，怕！哎呦！哇，怎么痛？我打那么远。再打另外一边，怎么样？没有。有破坏，谁啊？脚都断了。蛮雷恶龙，他变回来了。雷之呼吸，恶龙。啊？雷之？雷之呼吸。怎么样？再踩一下石头。好。这边这个。我的哭，我的发。啊啊！换我了，换我了，不用怕，我很硬。他抱你抱得很深情。他我是他，我就把我的那个上半身跟下半身拨那个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他打泥巴哎、欸。然后他掉落了，他也想要捏泥巴。靠近点，靠近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等一下。干嘛？我想去哪里？就去哪里。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后面有一个？我看到你弹走了，我才开出来的哦。生气了。哇，这样开比较快是不是？生气跑比较快。buff 啊。白痴，我真的要把这关掉啦！我小地图上面看不到在哪里啦。我现在看到是仙人掌黄眼，那个会跑的仙人掌黄眼，他刚好在那个位置吧？然后的小地图是显示在那边，超好笑。长一仙人掌的，
啊，那放是新编组哎，哇，吓死我了，完蛋了。飞起！打你屁屁！这风压好大、啊！哇，差一点点！屁股交出来！啊，交不出来了。空中打到他了，小虫。哎，还没有卵。哎，软化，破大。啊，不对，把话说地方。吸怀，吸怀，虫虫，帮我吸怀。啊，哎、欸，换我，换我的。可以的话，丢个闪光，谢谢。啊，我知道没有。没带闪光。没有哎、欸。没那个东西。也没有飞上很好。好吗？好。哎、欸，不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！接机！啊！我才找到了书。我看到闪光耶！我靠！我才找到闪光的书。我看到闪光了，刚刚那一瞬间，直接接我，魔气呀！拉克斯喷大咯，他斗气又来了，哦，这挂，太挂了，快，主机，直接在洞窟里面被喷死，没主机了。主机在哪？哦，走。我都是轰隆的主机啦，不要乱好不好？什么的跑不掉了。啊，这是纸的。那胜利。红哥也过去了，都是红龙的足迹一大堆耶。不会啊，金狮子会不会太少了？红哥很会留痕迹哦，超多。诶，啊那个呢？在哪里哦？我在这儿。他躺着睡耶，在那好笑啊。红哥来了。猴哥跑哪？猴哥过来，没有任何一个金狮子的。对啊，我只捡到那一个金狮子的足迹之后就没有了。嘟噜噜噜噜噜噜噜。飞？有小蓝哥靠呀！哈哈，来不及了。一转过来看到他在那边，来不及走。哦，哇哦，哪个比较稀有啊？还不知道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有没有金狮子的天顶、啊？我觉得天皮比较实在。